森林奇幻魔术表演。一年一度的羊村小学魔术表演现在开始。请大家看好了，过一会儿这棵小草就会变成一束鲜花。好了，大家稍等一下，鲜花马上就出现了。我先睡一会儿。懒羊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出一束花啊？快了，村长，您先回去睡一会儿，等变出来我再去通知您。嗨，大家看好了，上台协助我表演。我来和你一起表演吧。美羊羊，能不能把你头上的蝴蝶结借给我呀？好啊。嘿，好漂亮的蝴蝶呀。别着急。想不到这些该死的羊居然喜欢变魔术啊。灰太狼，灰太狼，什么事啊老婆？哎呦，我们都在这儿待了一整天的，你有没有想好抓羊的办法？这个嘛，这个就是没想好了。不是的老婆，我刚刚发现那些羊喜欢看变魔术。有了，我们可以这个样子。什么？变魔术？老婆，我曾经是狼族最最有名的魔术师，你想要什么我就能变出什么来。那你现在就变出一只小羊给我吃。这个好难呀，老婆，能不能让我变一些别的出来呀？管不管，我就要喜羊羊，而且以后每天都有羊肉吃。老婆，其实魔术只是哄别人开心的事儿，凭空变出一只羊简直是不可能的。那你还敢说什么都能变出来吃一牛？随便说说还不行吗？喜羊羊，快来看呐！好奇怪呀，怎么会突然有一个马戏场呢？那些羊会上当吗？你就等着瞧吧，老婆。森林马戏场开业大酬宾，精彩的魔术表演，真的有马戏团来到森林啊。这件事情怎么有点怪怪的？我就叫大家一起来看马戏吧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好多羊啊老婆，我说那些羊会上当的吧。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把他们抓住。不行啊老婆，喜羊羊也在啊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先抓到喜羊羊，不能再让他坏了我的好事了。欢迎来到森林马戏场，下面将要表演的是分身术。
请大家看好了。喜羊羊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魔术不会是真的。好，我们再把它变回去。变。啊！好，下面我们要请一位观众上来和我们一起表演，最好要勇敢一些的。哎，这位小朋友怎么样啊？喜羊羊好，喜羊羊好。下一个节目会很可怕的。下一个节目《万箭穿心》。灰太狼，老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暴露了，竟然这样！看你们往哪儿逃！爱管闲事的大象怎么会来这儿呢？原来是灰太狼在表演魔术啊！放我出去，灰太狼，放我出去！箱子里的事，原来是喜羊羊啊！啊，是啊，我和喜羊羊一同表演魔术，邀请了羊村所有的村民前来观看。狼是吃羊的，这么说来，灰太狼一定是……我一定是跟羊和好了。啊，是，对呀、啊，这就对了。为了森林的和平，狼是不应该吃羊的。大象，灰太狼在欺骗您呢。刚才的一切我都看到了，狼和羊同台表演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呀。既然狼和羊已经成为朋友，我决定喜羊羊和灰太狼为森林里的居民们同台表演魔术，进行一次狼和羊的魔术大比拼。啊！喜羊羊，我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，村长？我知道你为什么闷闷不乐，是不是为了和灰太狼要同台表演魔术啊？是啊，我担心比不过他，这样就一定会威胁到大家的安危啊。况且大象还以为我们和灰太狼成了好朋友呢。我们一定要拆穿灰太狼的诡计，所以我要送你这个。羊族魔术大全，里面的魔术一定能胜过灰太狼的。村长，我一定会努力练习的。要是灰太狼想耍花样，我一定会帮你对付他的。还有我啊，还有我们。第一个魔术，大变活羊，请喜羊羊跟我一同表演。只要片刻，我就会让喜羊羊变成烤全羊。灰太狼真是狠毒啊！喜羊羊，全靠你自己了。有意思，灰太狼真幽默呀。喜羊羊，这回你死定了。灰太狼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时间到了，请看烤全羊。灰太狼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鸭子，下一个魔术，大变活狼，请灰太狼和我一同表演。喜羊羊一定是在捉弄我，我不演。作为羊的好朋友，你要有诚意嘛。好吧。嘿嘿，怎么样啊，灰太狼？
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好吧，演出开始了。嗨。喜羊羊到底要耍什么花样啊？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灰太狼在哪里呢？好。喜羊羊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喜羊羊，我马上就把你干掉。喜羊羊有危险，看我的。灰太狼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呦，这下看你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喜羊羊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